为何你的宫中没有摆放萨满法器啊？那些道听途说的玩意儿，臣妾自当不会放在心上。 希儿啊，还是你最明白实力。皇上，敏儿妹妹来自于民间，她性格率真，可是这宫中人多嘴杂。 皇上，臣妾祝武皇寿与天齐，福泽万民。
千秋万代。妖女，果然是妖女啊！皇上，臣等恳请皇上立即处死妖女，以免伤及皇上龙体，动摇我大清国本呐、啊！恳请皇上立即处死妖女，以解江南大旱啊！请皇上三思。来人呐！将敏妃关入宗人府。皇上，臣妾不是妖女啊！你不记得山里的蝴蝶了吗？你不记得我们生生世世了吗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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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妾没有害过你啊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敏妃娘娘徒手能引水龙盘旋，定是妖孽，此妖孽不除，后患无穷啊！皇上，江山为重啊！皇上，江山为重啊！你也相信敏妃是妖女？皇上，这敏妃娘娘的确异于常人呐。可是他的确没有加害过朕。皇上，这是在承乾宫收到的一封书信。上十道锁，一奉印压制，何日处死？是。罗大侠，这是玄天龙十道锁的钥匙，我在外面拖住侍卫，你去劝敏儿逃走。好。
我真的不爱我了，我宁愿死在这里。娘娘，不要，快跟奴婢离开这里吧。 真人秀，没有想到，我居然是被最爱的人处死的。不，是熹妃害您的呀。从前我只是听各宫宫女传言，这次亲耳听到了。告诉小福子，重重有赏。是。对了。 这让小福子把这封信放回原处。难道我真的已经死了吗？我来到这里，查阅了好多资料。您的确已被赐死。不，我不相信。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 不，娘娘，那种险恶的皇宫，不回去也罢。再说，我也没能学到娘娘和师兄的本事，一身是药，这么多次，身体坏了，眼也瞎了，还是没能成功。难道？ 我就这么死的不明不白吗？我求求你，带我回去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带我回去好不好？不，你这样会让老人家激动的。老人家，我们明天再来，你先早点休息。可是我，走。 没想到你和老太太还有关系，我们会不会也有关系啊？谁跟你有关系啊？没话找话。那为什么只有我能看见你？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因为别人的话杀死自己的爱人吗？当然，不会。 老太太现在在恢复期，你可千万别说什么刺激她的话，听到没？
是，知道啦。吴亮，哎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我哥呢，最近在拍一部清朝电视剧，刚好啊，有几件衣服找老太太做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上一次啊，那地址就是我哥给的。那替我谢谢你哥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哎，果龙果，小气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们来看您了。你们来了。是啊。您身体还在恢复，这个就先别做了。嗯，我去给您洗个水果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小吴他们等着用了。啊，没关系啊，我来帮您绣。哎，是这个吧？哎，娘娘，你会刺绣？是啊，绣的还不错呢。那您绣个字给我看看。好啊。这绣工还真不是盖的。那当然。可以让我摸摸看吗？好啊。是有什么不对吗？是不是我绣的不太好？不是，你绣的太好了。可是敏妃娘娘从小修仙，根本不会刺绣。敏妃不会刺绣，那我……绣带，我也有一个。你不是敏妃，你是琉璃。琉璃。